吃饭了没有啊？好嘞。真是，这不还有个时间长，洗两下。看着就有食欲。嗯。不是二哥。啊。你是真能吃啊。那我是能吃。哎呦。不过你能吃呢。嗯。也有劲儿。你说我啊。嗯。我一般干活都干不过我。是呗，你看你干活太有力气了。嗯。没了，来，你吃啥？吃排骨。来。哎呀，你吃饭哥，我搁家。你快来吧，这个是、啊、这就有筋。嗯，好。那嗯，我来，我笑，我这牙口不好，我要啃完这牙缝塞全了。那这口呗。这排骨太香了。嗯。香。嗯。你尝尝吧，就是那炖制排骨、嗯。吃着呢。嗯，我还来拿吧，加大。是吗？那排骨不吃是他俩呀？不是。就是这家的拌那个大米饭老香了，我来拌哪拌？哎呦，这下子一瞅这就哎呀，你拌这就是老香了呀！哎，我这没有，那会儿我不是听你的，那不，你说我年年吧，就是饭这个毛病似的，就留点够来年这个送礼费用钱就行，这家掉的没完了。太掉价了，今年苞米掉的太稀。那就是，我先吃饭。嗯。二哥。你快吃了没有？快点。哎呀，这排骨做的简直了。嗯。是不是挺香？嗯。那时候还不是听你都就是都卖，差点赔好些。疼过还剩多些、啊、这后边那十几亩地全没卖。哎呀，行了，没有多少钱，别上火。那会儿不上火那扯淡，烧钱呢。你上了火有啥用啊？你看一开始吧，昨天就是1.01元，现在就这所这8毛1，你咋不掉了2毛钱？嗯，是吧，好钱？是呗。嗯，行了，别上火了。那你就上火才掉价啊？那你那城市咋想的？为啥不都卖了？我这你还不知道？哼，卖了那是送的地方得借钱的，都得花吧？哎呀，花就花了呗，到时候我给你拿。这瘦子还好吃啊。嗯。这全筋的。不是二哥咋的，吃不去了？我咬不动全筋的。不行，你给我吧。给你啊。啊，行。你不别想我啊。没事。不行，那全筋，我要吃我就来个肥点的，顺着。我来这个。你这个哪一块？那这还有肥的。肥你就来哪块？全瘦的塞牙塞，就是那塞都不掉。嗯。嗯，太好。哎呀，这样这人是一般吃不了，这个人。这二班的人吃啊，我不是真的，还隔路辣，他说是。这带着肥的我吃还行，是吧？全瘦吃不去。下回我再就买给你多带点肥的。嗯，我也不能搁菜多，菜多也咸的。把菜都混上。没得，我吃一顿够不够你吃2、3顿？差不多吧。这辣白炖土片上好吃。嗯。
哎呀，再见。